要演唱的歌曲是《心墙》，我要点播。好，心墙。我这个，我记得心墙。有一种疗愈作用，而且他那个有没有等下一个天亮，是曾经有一个女生对我唱过，真的真的假的，定情歌，对，也没有定情，哦，也没有定情，因为当天没有，撒谎，当天还没有决定啦，还在考虑，还没有决定啦，双方面都有一些问题，哦，他的难处，我有难处，是，然后就等下一个天亮，哇，特别有 feel， 还有光着脚丫那个歌，对，在树上唱歌，对，很棒，对不对？你今天我们在这里唱歌啊，对，怎么杀进来？你有约人？不是，我其实有带，他说是有约，有约郭靖吗？对，有约的问题，宪哥啊，我们不是只有点心墙，他怎么唱那么多？自备唱，他自己偷偷的唱，自备主曲来的。KTV 有懂人最可怕，默默都不讲话，一直播，全部都是他的歌，丢失了。那一种叫麦霸，对，没有，我只有来这边才麦霸。跟朋友唱 KTV 吗？其实很少，但是每次去 KTV 好像都会有一些任务还是什么的。当歌手我们都觉得很尴尬，
对，一进去还要工作，一开就光光屋顶又来了。对啊，屋顶我总共唱过16700，还真的有在算。还记得是？对啊，还在记。你看吗？又来了，你就是忍不住嘛。那就你喽。半夜睡不着觉，把心情哼成歌，只好到屋顶找另一个梦境。睡梦中被敲醒，我还是不确定，怎会有动人旋律在对面的屋顶？我悄悄关上门，带着希望上去，原来是我梦里常出现的那个人。那个人不就是我梦里那模糊的人？我们有同样的默契，有天线，有天线，爱成爱你的形状。的时候才可以看他们本人。对，哇，太棒了！今天就来这个，太棒！而且我第一次跟宪哥合唱 ，Oh my god！ 对 ，Oh my god！ 对哦，终于啊，很有 feel 的，有有有，会唱的人声线就黏得很紧，哇，声线黏得很紧，直接就来。